好，嗱，筆記第三頁開始講反應啦。OK， 成日唔記得數呢個本身有個 O 噶嘛？可以啊，出乜嘢啊？嗱，我哋假設完全燃燒啦。如果唔係完全燃燒，不完全燃燒咧，你寫唔到方程噶，你唔知出幾多嘢有化碳噶嘛 ？OK， 嚟啦，呢個叫一兩個 C 啦，有六個 H 喎，出幾多水啊？三個啦，右邊有幾個 O 啊？二四三一二三有七個 O 啦，咁左邊咧？係啦，唔好寫七 O 乘二啊，因為你本身呢度有一個噶，咁呢度三個 O2 啦，即係夾埋有七個 O 啦又。可以嗎？好，咁燒乙醇呢相對燒汽油啦，有咩燒乙醇有咩好處壞處啊？係啊，乾淨，你要講埋點解乾淨啊？因為係啦，出少啲黑煙，乾淨意思係出少啲黑煙 ，OK 嘛？咁點解少啲黑煙呢？如果題目兩分就解埋啦，因為碳質量百分比較低，一定㗎啦。小黑煙自然個碳質量百分計計出嚟一定係低嘅，可以嘛？啊，跟住啦，咁燒嚟我汽車啦，汽車我撈燒乙醇，好處就係少啲黑煙啦。咁壞處咧，所有嘢總有壞處噶嘛。啊，有咩壞處啊？唔好講錢啦，唔講價錢，都唔係裂解啦。可以話嘅裂解催化水入臟出呢、這個，唔講價錢，壞處。是啊，放出的能量少啊，點解啊？兩個碳啫喎，十個碳喎，可以嗎？自己寫低啊。好處咧，如果用燒乙醇啊，喺上面紙內啦，就少黑煙啦。壞處咧就是放出較少能量咯。啊，呢啲通識都可以答一下啦，通識都是答呢啲 concept 嘅。啊，例如我用農作物發酵整乙醇，咁啊乙醇內做汽車燃料有咩好處啊？咪少啲黑煙，少啲空氣污染咯。壞處啊，架車咁能量少咧，架車引擎要改裝噶，或者你巴士啊上唔到斜路噶，或者巴士就嗰啲大型車就用唔到乙醇，可能要用啲小型車，好細好細架嗰啲。長洲咧，或者去南丫東咪有啲車得幾個轆，細細架嗰啲嘅，嗰啲就得咯。嗯。十分易燃啦，不會產生黑煙啦。啊，咁作為溶劑咧，通常純咧溶嘢好好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呢邊咧就係、是、極性，而呢邊碳氫咧就係、是、非極性，可以嘛？咁極性咧就通常溶到啲極性嘅嘢咯。好似講緊廢話，極性就溶到極性嘅嘢，咁非極性咧就溶到啲油性嘅嘢咯。呢、這個即係接近水性咯。咁即係水性嘅嘢，佢又溶到啲，又唔係完全溶到啊！我掉粒鹽落去，酒精溶唔到噶，因為氯化鈉嗰個離子鍵強啊，佢破壞唔到啊，啊。咁但係佢呢邊咧非極性咧，又溶到啲油性嘅嘢，咁所以相對人哋講個好勁嘅名叫萬能溶劑啊嘛，即係乙醇甲醇嗰啲啊，因為佢溶到極性又溶到非極性嘅嘢啊。OK， 呢度又講啦，非極性係碳氫，極性嗰邊咧就係、是、OH。咁你可能自己畫低呢個圖，簡單寫低啦。好嚟，跟住啦，嗱工業用嘅酒精咧。工業酒精通常是甲醇和乙醇的混合物，可以嗎？工業酒精是免稅的，即不用給稅的。過年過節之前千萬不要被人騙啊！假設人家街邊街邊有支話是咩跳樓貨啊，有公司貨啊，執笠貨啊，一支 XO 通常我估大概1300元的，如果超級市場買，如果正貨。如果你在街邊見到咧500元，哇500元啊，抵啊！而家執笠啊，大清貨啊，呢樣嗰樣啊，哇！見你咁孝順仔，買支翻屋企益你老豆啦，哇！一定勁讚你乖仔啦，千祈唔好咁做，點解？
假的，唔係假嘅意思，佢都係酒精，佢可能有乙醇，又可能有甲醇。有甲醇。同埋呢只乙醇咧係工業乙醇嚟嘅。就工業乙醇的濃度很高的，沒有經過提煉入面，如果整個過程有些有毒物質都不會去除的。 你喝酒那些不是的嘛，喝完酒讓完酒又蒸一次，九缸雙蒸酒九缸三蒸酒一路做蒸馏，令到個酒純度高的嘛，可以嘛。那真的會喝死人的，那些工業酒精濃度太高，還有很多雜質，可以嘛。不要到時買了回家以為有好處，有一些傻仔這樣想的，那超市就賣1300，我而家賣500，要翻到屋企阿爸讚我乖仔，跟住俾翻，就算佢唔俾1300，我俾翻1000蚊，我都賺500，耶！咁你害死你阿爸，得嘛？唔會即刻死嘅，飲咗之後會盲眼嘅，因為刺激你啲神經啊，跟住嗰啲會盲眼，跟住會痙攣，嗯，可以嘛？你買嗰啲工業酒精咧，會染做紫色嘅，叫紫酒精啊，再加啲石蠟油，加啲臭味落去。告訴人聽是工業酒精，有陣臭味，那你不會喝啦。知不知道煤氣本身沒有味的？知道的，因為煤氣興起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怎會有味的？那為什麼有味的？加一些人工臭劑告訴你漏煤氣嘛。OK， 好 ，next。咁做溶劑另外一個很出名的就是消毒黃藥水啊，消毒碘酒。啊，黃藥水我嚟講，碘酒，即是你用嚟殺菌咯。運動會成日都有啦，啲 red cross， 如果你咩擦親只腳，佢會幫你搽啲黃藥水。咁黃藥水就係 iodine 即係碘咧，溶於乙醇啦。咁溶咗出嚟咩色㗎？黃色。嗯，棕色嘅。唔係視乎個濃度啦，係。我成日都講你屙嚿屎出嚟啡色，沖落個海，個海咩色㗎？冇色，咪就咁咯。沖落條渠啊，最多都係黃色啫。你嚿啡啡色，你佢唔使開到濃度咁高㗎嘛。用到高到時刺激埋啲細胞，揦埋啲細胞唔得噶嘛，殺菌啫嘛，可以嘛？咁呢個OK， 嗱個碘本身黑色嘅，咁溶喺水咧，好淺嘅黃色，即係溶解度比較低嘅。咁溶喺 KI 嘅，通常我哋做實驗嗰陣時就棕色啦。呢、這個就溶喺乙醇啦，隔離就係丙乙醇。即係消毒火酒 C3H8O1 ，OK， 跟住有機溶劑1136月丸，紅色，跟住溶喺幾遠咧就紫色啦，濃度高啲嘅，溶解度高於溶喺水 ，OK， 下邊啦，咁作為酒去酒精類飲品咧有乙醇啦 ，OK， 咁啤酒大概5% 啦。得嘛？紅龍酒係15%到啦，烈酒係20-35% 啦，可以嘛？咁知唔知飲酒飲得多，主要對邊一忽有害啊？肝啦，即係等於吸煙對個肺啫嘛。你就算講有一百種癌病，主要都係肺癌嘅啫，可以嘛？啊，跟住下邊啦，下邊嗰啲。酒精咧，醇咧可以同鈉反應嘅。OK， 例如係慢慢嚟先。嚟鈉加水出乜嘢啊？氫氧化鈉、氫氣啦。OK， 得嘛？超得。下一個啦，如果鈉加醇咧，出乜嘢啊？同上面一樣嘅。超。咁出乜嘢啊 ？OK， 咁啊出個負離子寫先啊 ，CH3CH2O 負 Na 正，負正可以唔寫嘅，移翻個氫氣又係。靠呢個反應有咩好處呢？就如果我有個鈉金屬或者鈉，我唔要嘅，咁你會點算啊？擺咗好耐啦，或者我哋呢間學校執笠啦，冇人讀啦。係咁，劉如光爆，跟住爆死阿姐，阿清潔阿姐你啊，阿姐掟咗佢啦。咁啱啱落雨攞出去，咁啊跟住打開個蓋咁啊掟，咁啊玩嘢咁啊大件事。咁我上次試過㗎啦，有一嚿一樽鈉咧擺咗20年嘅，我見到個日期寫住，我哋開校到而家嘅。咁我見到黃曬，我唔要㗎啦，我掟落酒精度慢慢等佢反應咯。可以啊，咁啊唔會爆炸嘅呢、這個。
Okay. 你冇聲嘅，咁出氫氣咯，又係可以啊。係輕氧化鈉，咁下邊叫咩名？輕氧咯，化鈉咯。咁呢兩個碳啦，咪叫越氧咯，化鈉咯，係啊。知下啦，考就唔會點考噶啦。其實政府可以唔寫噶嗱，係啊，不嬲政府都唔寫噶。不過話俾你聽，知你知翻係點解？可以嘛？越氧化鈉，安全地溶解鈉嘅一甲嘅金屬啦。講咗先，再慢慢寫翻嗰啲。如果越純氧化，咁可以加高敏酸鈉或者重氯酸鈉，呢個紫色呢個加熱。咁氧化會出乜嘢啊？估下，簡單啫喎。氧化係咪多咗氧啊？多咗氧咁啊，由越純變咗越酸咯。可以嘛？難唔難？嗱，我哋寫呢條式咧，佢嗱，你見到呢度有六個 H， 呢度得四個 H， H 數都唔同嘅，可以嘛？咁其實第一寫呢條式係唔使平衡嘅。第二，你真係好想平衡咧，其實有兩個氫咧去咗邊啊？唔係出氫氣啊？點解？佢有氧化劑，個 H 都氧化出咗水咯。不過我哋冇平衡啫嘛，個水唔使寫嘅，可以嘛？開唔開心啊？條式唔使平衡啊，竟然遇到啲方程，唔使平衡啊，可以啊。OK， 咁寫翻喎。啊，呢個係純嘅氧化作用，會出有機酸啦、啊，或者遠酸啦、啊。如果全部單鍵咪叫遠咯、啊，遠酸。咁呢個遠純啦、啊，講緊個類別。OK， 咁氧化劑可以用紫色呢、這個。OK， 橙色呢、這個或者氧氣都係氧化劑嚟噶，寫翻先啦。一陣我哋做埋呢個回流加熱實驗啦。好嗱，咁、簡單講就是這裡呢、這個 CH、OH 咧，一遇到呢個氧化劑，咁佢會兩個呢兩個氫咧，其實會變咗水嘅，可以嘛？咁另外佢攝多個 O 落去，咁咪氧化狀啦，個水可以唔寫嘅。是吧好，跟住下面自己寫下 B、C 嗰兩個 ，B 是丙一醇 ，C 是丁一醇，啊，自己嚟啊，丙一醇、丁一醇，嚟 ，OK， 嗱，丙一醇即係最長條鏈三個碳 ，OH 只係碳一 ，OK。咁你當然可以咁樣畫嘅，冇問題嘅。不過我哋習慣咧，可能寫右邊就容易啲嘅。佢寫右邊咁咪容易啲理解啊，係咪？啊 ，OK， 咁你唔平衡條方程咧，你一定要寫喺箭嘴上面嘅。你我見到啲同學咁寫，你寫加 KMNO4 你就揦嘢㗎啦，你一定要平衡㗎啦。如果你咁寫，連個 K 都要平衡埋嘅，可以嘛？唔好咁寫，寫箭嘴上面加熱。OK， 咁呢個係三個碳，咁出咗嚟嘅酸係有幾個碳啊？咪又係三個碳咯，可以嘛？所以 CH3、CH2、COH 咯，唔好係咁撕落去啊！你同學撕下撕下，跟住照抄 CH2。跟住啊，我記得出酸，咁坐乜嘢啊？啊，多咗個碳啊！你丙一醇出丙酸，你唔會出咗丁酸噶嘛？可以嘛？下面啊，丁一醇最長條鏈四個碳，個 OH 只係碳一，寫右邊啦、啊，咁咪出咗丁酸咯。CH 三、CH 二、COH。哇！查到咁，有冇試過呢世界盃嗰段時間啊，假設屋企人中意飲啤酒啦，咁大家一齊飲啤酒，跟住睇波睇到兩三點，跟住飲剩啲啤酒好攰啦，你會慢慢倒咗去慢慢執執嘢啊？唔會噶嘛，咁啲啤酒就咁擺喺廳度，跟住擺過嘢，咁第二朝起身係啊，聞啲啤酒咩味啊？酸酸地噶嘛～我哋成日講啲啤酒發臭啊，臭咗啊！咁點解會酸酸地味啊？化學角度解釋，快啲！
係啦，因為個乙醇俾空氣氧化會出咗醋啊。咁啤酒入邊有醋嗰陣味，咪發酸咯，酸酸地咯，可以嘛？好，隔離嗱，咁成個反應咧要加熱嘅。咁我哋之前噏過噶啦，加熱最安全咧，因為嗰啲嘢容易著火啊，就是、回流加熱啦。記唔記得圖點啊？塑膠嗰個畫過噶啦。我哋嚟咯，一條冷凝管啦，跟住有個兜兜，搞掂噶啦。入水出水 ，OK。咁呢個就係乙醇加高敏酸鈉或者重氯酸鈉啦，加熱啦，入水出水，呢個要俾翻個名字，冷凝器。搞掂，防崩費少啦，可以唔寫嘅。可以嘛？下一陣做三個實驗，第一個實驗，我俾酒精你自己燒一燒啦。嗱，著咗火噶啦，個火係淺藍色咯，藍藍地色，好暗嘅個火，可以嘛？咁啊，冇乜，差唔多零黑煙噶啦。嗱，呢個可以當係酒精嘅測試啊！即係個題目問你酒精點測試，我咪加高敏酸鈉，酸化高敏酸鈉，紫色變無色咯。啊，咁呢個水浴啦 ，OK， 咁呢個酒精加紫色呢個啦。實際啲水應該浸滿個兜㗎，我當時年紀小冇留意嘅。好酒好酒啊！嗱，一陣你做，我費事你慢慢砌呢套嘢噶。一陣做齋咁樣做得噶啦。水浴即係就咁隔住水加熱都得噶啦。回流加熱嘅最好啦，隔住水加熱又方便啊嘛。咁左邊個紫色變紅色，右邊個橙色咪變綠色咯。可以嘛？氧化反應掌握到未？嗱，如果真係要寫條完整方程咧，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啊！示範一次啊！嗱，如果真係寫完整方程得嘅，呢、這個乙醇氧化出乙酸 ，OK 得啊？咁嚟嘅話，我哋平時寫呢啲方程係第一步加水噶嘛？有印象？第二步加酸，第三步加咩噶？電子啊嘛，咦 OK 喎，即係呢張啊，好聲啊！呢張幾嘢啊，一模一樣。假設我要寫嘅話，嚟咯，呢邊一個 O， 呢邊兩個 O， 水加邊度啊？左邊加一個 H 咧，左邊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個 H， 右邊有四個 H， 酸加喺右邊四個，電子咧，左邊係零。右邊正四加四粒電子，跟住同呢條色拍埋，上面條色放四粒電子，下面條色攞五粒電子，上面乘大五倍，下面乘大四倍，加埋去，約咗啲酸，約咗啲水，就係答案啦，正唔正？即係你要寫一條平衡嘅方程，就係咁寫嘅，聽得明白嗎？如果加頭先橙色嗰、那個，又係咁寫，四同六，最少功課數幾多啊？12啊，咁即係上面乘大三倍，下面乘大兩倍，約咗啲酸，約咗啲水，就係答案。可以嘛？考試出過㗎啦。啊，佢直情俾埋摩爾數你，例如三克嘅乙醇，再加過量嘅高敏酸鈉，最後問你出咗幾多乜乜乜乜，要你或者問你需要幾多高敏酸鈉咯，個濃度摩爾數嗰啲，變白變白變白。好、啊、跟住下面嗰個咧，其實教過噶啦，塑膠嗰放教過噶啦。OK， 酸加醇，焦甩咗個水，咁出咗個就係脂啦。咁脂咧嘅特別之處咧，係有香味嘅，或者有花味啊、果味之類嘅。
可以嘛？咁成個反應甩咗啲嘢，所以係縮合作用啦，甩水啦。咁我哋以前塑膠嗰課學咧就係咁嘅，塑膠嗰課就係頭尾都有酸。跟住加頭尾都有純，記唔記得啊？以前塑膠課啊，咁呢個加呢個，最後出乜嘢啊？嗰只塑膠撞啊撞啊，超咁樣甩水啊嘛！跟住考試叫你畫重複單位噶嘛，記得嘛？重複單位咪呢個咯。有 N 個咯，呢條塑膠嘛。咁逢親有呢個基團 COO 左右碳氫碳氫就係叫支啊嘛，好多個支聚埋就係聚支啊嘛，所以呢只膠咪叫聚支咯。係有同學又要學英文，好勁嘅英文 polyester 可以嘛？嗯 ，OK 啊。咁我哋啱啱學完平衡，唔使噏咁多嘢噶啦，即係冇100%反應啦。正向、逆向都一路行緊啦，最後入面四樣嘢都有嘅 ，A、B、C、D 四樣嘢都有，酸、純、脂、水，可以嗎？寫翻啦，平衡嘅反應最後四樣嘢都有嘅。可以嗎？咁另外呢，因為有支冷凝管呢，咁啲蒸氣上咗去之後可以冷卻滴翻落嚟，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咧減少啦，又未必防止嘅，減少反應物嘅流失啦，減少反應物嘅揮發或者流失啦。你相同字眼 OK 噶啦，相似都答到就得噶啦。跟住啦，下堂先做呢個實驗啦，即係酸加純出脂有香味嘅。咁我哋滴幾滴濃硫酸落去做催化劑同埋脫水劑，催化劑、脫水劑。喂，原來我哋嘅菠蘿味、香蕉味、蘋果味咧，個化學式就係咁嘅樣，可以嘛？你冇人同你講過，你鬼知咩？啊，你一般啊，哎呀，變啲化學品咯，啲化學品係嗰只味。嗱，原來呢、這個菠蘿味係呢、這個。丁酸乙酯，咁點解個名字叫丁酸乙酯啊？嗱，我哋斬開佢喺呢個位置，斬開佢俾翻個水，咁佢來自丁酸，來自乙醇，咁所以佢個名咧就將個醇字改做酯字，就叫丁酸乙酯啦。可以嗎？學我咁喺呢個位置斬翻開佢，俾翻個水佢。咁咪知呢個係丁酸咯，呢個乙醇咪丁酸乙酯咯。丁酸陣味咧，就好似我哋嘔出嚟嗰啲嘢，嗰陣臭汗味。我哋汗入邊個臭味，因為有丁酸同乳酸啊。可以啊。咁一個聞到會嘔嘅丁酸咧，加乙醇，加幾滴濃硫酸，煲一陣，跟住聞到陣清香嘅菠蘿味，可以嘛？蘋果味。就是丁酸甲醇。嚟我話買包維他菠蘿汁四個幾，請問要幾多個菠蘿嚟榨汁俾你啊？聽得明啊？啊，士多啤梨貴噶嘛，買包士多啤梨汁四個幾啫喎，芒果汁四個幾啫喎，係嘛？肯定唔係用菠蘿芒果去榨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知道佢個化學式，咪人工係咁合成咯，可以嘛？next 橙味，橙咧原來就係呢個位劏開去，俾翻個水佢。OK， 呢個位劏開去，咁啊同我話俾水，咁俾得唔得嘅？唔得啦喂，呢兩個都唔知咩奇怪嘢，可以嘛？咁俾係呢邊俾 OH， 呢邊俾氫，咁原來呢邊係乙酸，呢邊八個碳，八個碳叫砷。OK， 咩名啊呢、這個？由周振東先，周振東咩名啊？呢邊係乙酸啦，咁呢邊咧？係錯，明知你咁講嘅，新一醇。喂，個醇可以個 H 黐喺中間條鏈，任何一個位置都得噶嘛？
可以碳一、碳二、碳三、碳四，點解要生純啊？而家黐碳一啦嘛，你越純嘅一定係越純，點解唔使叫越一純啊？又講翻呢啲嘢，你越純兩個碳 ，OH 黐呢度一樣噶嘛，但係呢度八個碳喎，可以嘛？唔好叫越一純啊，叫越純啊嘛，但係呢度要俾號碼噶嘛。哇！呢、這個香蕉、丁酸同埋丁一醇，香蕉味，跟住玫瑰花味，哇！原來咁嘅樣嘅，丁酸同埋香茅醇嗰個叫做，嗰啲係俗名嚟嘅。OK， 咁我哋下堂做其中一個啦，等你開心一下。OK， 嗯。